同学挑战暮色森林，从雪域领主回来，我已经天不怕地不怕了，我还不信还有比这雪域魔王还厉害的。以防万一，几次战争身上的星星已经数不胜数，小小寿司来换装备了，神器数一数，打扰了根本买不起呀、啊。但是呢，一整套钻石盔甲还是很有必要的，至少还能够保我一命，对吧？再来一个飞行背包，长途跋涉必备道具 ，Go Go Go！ 副本千千万，我选那家副本。一进门，这是什么？无数蠕动的毛毛虫朝我冲过来，不过他们似乎动弹不得哎。嘿嘿，你还想偷袭我呀？可恶！难道这里谁都能欺负我吗？站得高看得远，打不到我。我只要站在这里，不停的砍你们，你们呀、啊、也就奈不了我何。看着你们一个个的倒在我的剑下，你就乖乖的做我的刀下亡魂吧。砍了这么久，差不多得嘞。你们这些毛毛虫都消失了吗？嘿，怎么还有一群呢？而且我还打不过。这是什么破武器呀、啊？这些战利品赶紧拿完跑路！气死了！最强神器，我要制作出来。目前还差少量的药魂锭、下界之心和龙蛋，看来还要再跑一趟巫妖塔了。二话不说，冲进巫妖塔里面就是一顿挥，可见一刀一只猛点怪，削怪如泥，一口气就杀了不少呢。就差下界之心和龙蛋了。这次我选金字塔，一定不要让我失望哦！天哪，这金字塔被骷髅弓手笼罩着，旁边还有一间沙漠房。老爷爷一定是知道什么。天哪，怎么门外卡着好多的守卫？对不起了，鸵鸟。咻咻咻，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堆经验了。这里面还有一只呢，一刀。哼，箱子里面啥也没有，空空如也。反正老爷爷也不在了，难道是在法老神殿里？不好，许愿池。哎呦，老爷爷的水桶和金块都在。就暂时保管吧，该做个了断了。金字塔，就算你守卫众多，有我这把拔刀剑在，咻咻咻的，再把附近的守卫全都变成经验。顶多就是入侵金字塔的地方，直接挖下去。天哪，这是什么？一堆商人，难怪不卖东西了，原来是跑到这来了，还攻击我。砍招，拿命来，看谁砍得快。我可是有107个星星，我可不怕你们。最后一只了，还这么顽强，哼！金字塔我就毫不客气的占领了。等等，这金字塔的法老墓怎么什么也没有啊？一颗人呢？我的龙蛋还下界之心呢？对，一定是有其他地方。现在天也黑了，我先睡一觉，明天再来过。这一次起兵就是最后一战了。这是什么？超级巨大的生物哎！天哪，这竞技场都站满了，这不会是怪物吧？跳进竞技场，挥动着强剑。天哪，我被封印了！这些家伙有封印术，放我下来！我要和你们打300个回合。看来用刀砍不是办法，只能够用弓箭了。看我的远程武器！可快累死我小一涵了。可是300回合了，这骑兵军团一点事也没有，东西也没见掉落几个。下界之心一定是在地狱里。去地狱？对，就在地狱。只有一只黑龙，这四周也是普通的生物。天哪，难不成在冰原？没想到冰原里面居然藏的全是女巫，还想要